好的，好的，时间走得较轻，只想拜访人心，不想这，不想你，不小心又很近。观察够敏锐的话，你们可以看到雪珠已经哭了，哭了，这边哭成一片了，方玲也哭了，对对对，方玲也哭了，对不对？对，真的太感动了，妹妹也哭了，妹妹也哭了，所以我是一个音乐人，我当我在看这一段的时候，我就内心的冲击很大，真的，全身鸡皮疙瘩，尤其那个明佑在唱的那一段，整个配合的天衣无缝，是，明白了，有主唱了，他我是和音，对，他和音。